三、二、一，Action！我怎么长出来了？六小三人在我身边。对对对，介绍。打针。好啊，那今天来到了命令开箱。三三二一，这是什么？手机，我要去下面玩。妈妈，爸爸买了手机，壳吗？我要去下面玩哦。哦，好。这个是手机还是手机壳的 ？No，No K 吗 ？No K 8.1吗？什么东西8.1？啊，这个是手机还是手机笔 ？iPhone Pen。Apple Pen。总之我就是要第一个玩，这一台是妈妈的，跟爸爸一样的手机。啾啾，哇，好美哦！应该是要这样子，啊，真的。这里是手机本体，为什么是灰色的？哎，银色可以当镜子使用哎。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的。一个很美的样子，很美的样子，我没有说真的是美，可我还是比较喜欢爸爸的黑色手机。哇，是这个样。哎，这是还蛮漂亮，比我的蓝色的还漂亮。这个相比啊，妈妈的比较漂亮。再来，我们要介绍的是这里面的东西啊。对了，还有个手机壳。那我们先把信卡拿出来。哇 ，USB 充电线吗？好像不是 USB。哦，大头充电线，大头的充电，这个。好，我现在要先把它拿出来。哦，好电，好电。哦捏完的。之前夫人是这一支，因为已经用到一天就会那个没电了，这个不是，所以找来找去，后来还是买一支跟我一样的 Nokia 8.1给他。下片前方按个赞和订阅我，按下下方的小铃铛，可以收信明天通知，还要记得留言和分享。